向上人问讯。感恩上人。对啊，有四位的资深的菩萨，然后来跟他话家常。遇到上人，让我的生命大反转。那也跟着上人可以学习开始做人。以前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一个可爱的人，我总觉得说我都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们都那样子？那遇到上人以后，我知道因缘果报，所以现在都把一些不好的缘，上人说遇到逆缘的时候要非常感恩，感恩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圆满过去生没有圆满的功课，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圆满，因为我希望下辈子可以在上人身边做上人清净的弟子。虽然我们现在年纪比较有一点点啊，比较勤务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去承担，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内修，所以我们跟圣人师姐，我们几个都常常一直品书会。在品书会的过程之中，我们每次听到上人讲的话，我们就一直觉得上人是多么细心，多么细心，滴滴叮，滴滴叮咛，滴滴讲嘎，滴讲嘎，无非就是叫我们那个心念要顾好，我们的习气一定要改掉。佛陀呢，甲咱讲啊，咱要按怎样得咱理想的人生？伊无定着一世人，咱会感觉讲吼，无会满足，阁有缺憾。所以讲，圆，咱嘛都爱做一个圆的人生。时间伫咧过，咱一世人，咱利用咱的身躯，咱这个身体，咱做偌济代志啊！现在在做啦，拢是二十年以上、三十年以上、四十年都有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的心、道心啦，都是安尼连连接接。无有讲吼，长期的，大家人一心一思一志，敢唔是呢？是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叫做价值。咱有迄个选择的正确的人生，平时的人吼，想过去，无定着烦恼真多。遐个烦恼呢，拢下袂去，较讲都讲过去。那咱有过去好讲，咱会较讲讲过去，遐个拢是精华。咱较早较少年，都是做啦，直直做，直直做。即当阵，咱爱过去做诶，较紧经过思考。咱要赶紧的讲给现在较少年的知，咱古早安怎开路，路安怎开，咱的过程安怎铺，铺出了呢？现在这条自在空中的大路。啊，我伫咧市场边吼咧卖豆腐、豆干啊、豆菜、豆啊类的。嘿，这方面的安尼，啊，我就伫我的摊啊遐吼摆一个竹工啊，啊，譬如人客啊买五十二块，啊，我就两块甲落个竹工啊，我嘛甲人客讲功德无量，啊嘛甲伊祝福安尼，啊，人客嘛真欢喜啊，啊，身躯边伊若有动线，伊嘛甲落咧，啊，上年你讲吼点滴一块、两块、三块拢会当，嘿，拢会当帮助人，拢会当造福吼，行善安尼啊。啊、我头一礼拜甲人客讲，啊，人客拢有落啊。啊，第二礼拜吼，我来拄好搁甲一个迄个人客讲，啊，伊讲啊，我前一礼拜我有落啊，啊，我就想一个方法啦、啊，啊，我就吼家己承诺啊，吼承诺啊，人客吼，啊，我就甲伊祝福，讲功德无量啊，人客若欢喜，伊嘛是会落泪啊。伫个疫情这个时间，我拢会甲人客推书啊，咪讲啊，食素的好处啊。哦，啊，咱嘛无甲众生结恶缘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就是不断不断地讲种这个善的种子，
吼啊，讲讲咱这是灵方妙药啊，吼啊，就大家爱食素。啊，人家讲啊，无可能，无可能安尼吼。但是伫个今年啊，吼疫情遮严重的时候，人去来拢讲，哎、欸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我今嘛拢食素啊呢。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不断不断的种下善的种子啊呢哈。他没有办法出来出勤务，所以他在他的市场里面就善用方法。像您吼，讲爱行出去，爱行出去，爱入人群，爱入人群，就是用四色法安尼吼。我就教室安尼，我出去吼去运动，啊，看吼，看年轻在行吼，伊本来是行这上，我行这上，啊，我就变去行到伊斗阵，啊，伊年轻人行足紧，我嘛跟伊行足紧安尼吼。啊，就哪甲讲讲啊，吃素啊哪，一直甲讲，我见我嘛讲甲足喘的，啊，毋过嘛爱继续行，继续讲，啊，讲到尾啊吼。伊讲诶，我即马吼无头路，啊我吼是较手头较闲，讲100块就用救人哦。伊讲100块用参加上会，讲好安尼，明仔载你搁出来，我100块甲你参加。啊，结果第二个月呢，伊就下面咧囝仔拢甲参加，吼、哦。啊，即看到人吼，我就伊讲讲，圣人讲咱这个生命吼，使用权无去甲用，安尼吼，哎呀。讲四日已过，命已衰减。但我已经食到70-80岁啊！啊，但我想讲，我阁有算算，阁有偌济吼？啊，师，甲这师甲咱讲，已经甲咱寄50岁伫个师遐。我阁当少年，我师讲咱莫年老吼，咱会当做吼。我感觉我即马阁会当做，啊，阁会阁健康，啊，我就爱吼爱认真做，因为我要带师带好条师啊。讲的话我一定爱去做，我若无做吼，我就带师带袂着啊。所以感恩上帝，予我这条路安尼吼，安尼予我机会，其实是毋是我搞，这是上帝的德。我才吼讲起来，人会当接受吼，啊，予我有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厝边隔壁，大家结好缘。感恩上帝。师父拢甲大家人讲，人看菩萨救生，佛陀予咱的大心法、大圣法，就是拍开咱的心。把佛陀的教法收入来，心亲像宇宙天地，宇宙万法啊，拢吸入啦，伫咱的心灵，所以有讲未完的法，这叫做智慧。咱凡夫呢，一滴一滴，都是用个心，知心。知常识，只敢那知识，知啦知啦，啊捌无捌啦捌啦，会记你讲吼，较早恁若讲知啦知啦，师父就讲再讲一句就好。迄个知啦知啦，迄个后壁即句知呢，颠倒去啊，还是呢知，好好的。坚定咱的心的方向，咱身体力行，无三心两意啦，是一心一志。知，咱呢知影讲，生命无常啊！那咱要接受佛陀的教法，咱一定呢，佛陀一定教咱。发善心，立善愿。啊，善心善愿要从啥下呢？救度众生。啊，你要救度众生啦，都要有缘啦。无缘众生不能度。那欠菩萨的力量，天下众生无人有法度。所以较早伫咧讲。地藏经，大家人拢古早拢听师父讲地藏经，听甲真欢喜。讲到结束的时，师父嘛讲吼，咱都爱做一个亲像地藏菩萨，守伫地界的门头，唔通予人入去地界的。那地界的门头，咱都开始爱伫咧教育啦。观世音菩萨呢，是普门示现，何处祈求何处现。恁若想看讲吼，恁有做着观世音菩萨无？有哈无？有。人人观世音啦，
人人观自在，对人是咱是观世音，听世间的声音，多位需要咱，咱就甲多位去。也咱呢，在人群中爱合群，合群呢难免是呀非呀，咱爱甲家己讲爱自在，所以呢，对己观自在啦。对人观世音嘛，这就是咱学佛真重要。各位菩萨，伫师父看恁大家人，恁拢做到啦。做到，唔是代表讲拢总圆满啦，阿袂圆啊，吼，咱呢？做到的意思就是讲，这对的，恁有做到；这对的，恁有做到。好，会啦，恁拢有做到。今嘛则是开始起步。